如果说有一个地方，那里全都是实验和秘密，令人不寒而栗，你会想到哪里？我会毫无疑问地说，美国德特里克堡。关于这个神秘的地方，我们不妨也做一个有趣的实验。一起来假设，如果德特里克堡在中国会怎样？如果德堡在中国，那么首先，美国个别政客会不加思索地将它和新冠病毒挂钩，不是因为美国掌握了什么证据，而是因为它就在中国。如果德堡在中国，那么其次，美国一些媒体会绞尽脑汁用一切阴间滤镜来拍摄那里的画面，然后把它和 DC 的小丑、漫威的灭霸等等所有 IP 当中邪恶的组织放在一起播放，再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这就是我们无偏见的客观报道。如果德堡在中国，那么第三，美国一些智库一定会长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研究报告，揭秘种种秘辛，翻出种种猛料。即使这些智库学者可能从来没来过中国，但他们仍然是所谓西方主流媒体所标榜的中国专家。然而，事实是，德堡在美国，这就决定了，即使外国科学家得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据，美国也不会接受调查。即使有诸如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金泽等学者提出质疑，美国也会充耳不闻。这一切的原因都很简单，德堡属于美国，而美国的利益永远优先。所以，德特里克堡，我能否问一句，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有问题问 answer， 我们下期再见。